就是我，对，没错，我出场就代表说现在非常的无聊，然后我是来顶罪的，好，对，我就小丑，像这样，现在就是对，网络还是很快，所以我要等一下，再讲一下话就没有笑话，不要一直搞我，好，谢谢，谢谢你，谢谢，好，你讲一下话来，让我擦一下。好，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学弟许志凯。没有，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很好笑吗？我知道，花花很好笑，因为花有梗。然后，那你知道什么东西不好笑吗？不是，老树，因为它老梗。那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好笑吗？答案是电锯，因为梗梗梗梗梗。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花很好笑吗？没有没有，这是别的。因为花的日语叫做哈娜，所以我只能对你的评语说哈娜。就行，谢谢，拜拜。好，你上来讲。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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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你要笑话都没关系啊。快点啊！快点，很尴尬，快点，快点，快点！曾宇翔，你最好笑，快点，最帅最好笑 ，model 呢？换你跳，好又来对。啊！你要哭哦，扯爆了！快点啊，有时候笑话，在玩那种内梗不好笑。你最强，快点出来！你不会。好，我们听得出来的黄娟，黄娟你有什么笑话？王子莹，笑话来。那接下来的笑话就是直接到感性时间。对啦，你最强。大家好，我是内东其他三世界的器材蔡兴汉。好，我要先谢谢所有人今天来看我们的表演，然后就是然后谢谢三世界的所有人，然后我在内东吉他真的，过得很开心。然后，不管是，参加各种活动，还是，其他时间，就是我在内东吉他真的都学到很多。然后，这应该是我高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对，谢谢大家。我是内容其他三人世界总务郭雨婷。那首先
边就是先谢谢所有今天有来看我们的表演，就是不管有待到现在还是刚刚就先走，那总之谢谢你们有来看我们最后一场表演。那再来，我想谢谢的是二一二的那一群人，就是谢谢你们有，谢谢你们每次在我表演的时候都有来看我，然后其实然后每次都很支持我做很多事情，然后这次还带了很多人。然后再来是翟佑轩、施婉仪、梁景怡、吕星恩，还有二零二的那些人，就是也谢谢你们今天有来。就是虽然说来这边对你们来说其实很远，但是你们还是没有嫌弃，然后就不来，然后还是有过来看我们的表演。然后重点是你们还有带很多公关礼过来。然后再来是林芝、田叶、晨曦、林真宇，就是谢谢你们在，就是我国中同学当中，从外营到现在，还有很多其他表演都会愿意过来看我，然后一样也是带了很多公关，就是，再来谢谢是严寿雄，就是谢谢你每次都听我讲很多东西，然后不管是好的坏的，就是你会听我抱怨，然后每次都知道我想讲什么，不然就是每次会安慰我啊，就是给我很多鼓励。然后这次谢谢你有来看我最后一场表演。那最后一个我想谢谢的是王俊奇，就是每次练团完或是练团前，你都帮我拿东西，不然就陪我去，或是接我练团，就是谢谢你每次都会陪着我做很多事情。那最后的最后，就是谢谢内中吉他三人世界的所有人，就是在这两人中，当然我们吵过很多次架，然后也有很多争执，就是很多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到现在其实我们也就是一起组过很多团，然后你们也包容了我很多事情，就是很多我做不好的地方，然后到现在大成也结束了，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这两年的包容，还有陪我一起开歌。然后我是内容吉他三人世界总部郭雨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内容吉他三人世界总器长刘明熙。首先先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场表演，然后内容今天的成果其实每个人都很重要。那先谢谢就是我的家人，就是玩社团真的很花钱，然后也很花时间，然后我常常都玩到很晚才回家，对，就是常被骂。但也谢谢你们支持我到现在，就是让我参加大成，然后没有遗憾。再来是谢谢荣誉的大家跟张天宁，然后就是认识你们，其实真的是我人生中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然后也会帮我一起出气。然后特别谢谢洪逸轩，就是你都已经很忙，然后我想要收到花，然后你还特别去买花，特别画板子，就是真心的很感谢这样。那也谢谢33届的学长姐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让我们接到了当初自己想要的干部，然后有了今天的成果。就是一转眼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那谢谢三人世界的大家，虽然我常常缺席很多活动跟练团，但是还记得在刚接干那天，就是我跟你们大家可以说是完全不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可能是大家意见不合，或是可能对其他人的不谅解，但是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紧密，也谢谢你们愿意一起面对困难，然后就是一起促成了这场活动。然后谢谢35的弟妹们，就是这场活动能成功，其实每个人就刚刚讲的都很重要。然后最后，我想要谢谢这个舞台。对我来说，在去年的8月24日的社团博览会，是我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就站在舞台上。那今天也是以同样的身份最后一次站在这里。然后谢谢我的家人朋友，谢谢34姐，谢谢大家。我要先谢谢就是我的爸妈，虽然他们觉得我玩社团是很浪费钱，然后很瞎，他
他们今天还是来带我来看我表演。然后我很常就是胡乱说什么我要去做报告，然后跑到水电传，然后这个其实是很明显的，但是你们还是默许我跑出去。然后我要谢谢所有来看我表演的人，像是我国中同学卢一生跟吴炫颖，你们很白痴，你们不知道怎么填话外表问我，你们本来要给我个惊喜。然后谢谢陈俊宇跟刘星，就是我们从国中认识到现在，然后高中还同校，然后你们每次都在听我抱怨，然后一直在那边纠结。然后我要谢谢有点爱但不多的所有人，认识。你知道我那个很阴晴不定，然后很敏感的情绪，然后当时黄嘉宾、李赛廷、石斌、陈佑宁们都是当社长的人，然后其实很累，然后都承担比我更多的责任跟压力，但还是听我劝。然后像是王凯杰外演的时候，他跑很远，然后只为了买一本杯送给我。然后尹嘉颖就是一起跟我讨论美宣的事情，然后有时候还会鼓励我。然后曾英晴。就打完比赛很累，然后还看我表演，然后还说要做板子给我。然后我们等一下看完表演然后就练团。然后月彩妮她本来跟我说今天不能来，结果她是第一个到的。然后今天高二遇到你们四个，我会记得很久很久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你们这群很笨很笨的人，然后让我高中过很精彩。然后我要谢谢就是那种加三的世界的所有人，就是谢谢大家就是为社团所有付出，尤其是安姐就是所有。虽然其他人都不靠谱，但找你就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们也让你操心了不少。然后是王子林，虽然他都不会回我讯息。然后毕业的时候还用那个帆布。然后你传讯你都不会回，我要打电话给你。然后一切全是蓝颜给的。然后可是你每次就是我没办法背乐器的时候，你都会帮我背，所以就勉强抵消一下。然后也要谢谢我的子叔，虽然他没来，就是他。当初愿意把干交给我，然后我希望我没有让你后悔给我这个干，然后希望大家学车加油，我们退休之后认真读书，不是说说而已。然后最后，我想要祝我自己退休快乐，那个三十四届美宣下台鞠躬。是感性时间嘛，然后我觉得。高二这一整年都过得很快，然后那时候进嘉社就只是单纯就是没有什么遐想，就是我觉得啊谭家很帅，然后可以把妹，对，然后对，然后那时候我跟陈鹏燕啊，就是我们两个上社课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躲起来，我们都躲起来，就是拿着吉他调音，然后调一节课，然后希望学长姐不要来关心我们，然后。对，我们两个到上学期连社歌都没有考过，然后我迷迷糊糊的最后接到了教学，然后很谢谢我的直属，然后我没有担心什么会有做不好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原本就不会做好，然后这一年多来要谢谢人很多，然后我想先谢谢我的阿伯，虽然他今天不能来，但是他总是给我最好的资源。社团的木箱鼓、效果器、电木都是他给我的，然后从最基本的和弦一个开始教我，还有刷法也是，然后让我自己开始慢慢喜欢开始弹木吉他，然后那时候看到外营的时候看到我们学长姐，就觉得哇干好帅，然后好想跟他们一样，然后对，然后后面谢谢我姐，就是在我二月选电吉的时候，然后他直接帮我垫钱，垫了蛮多的，然后就是也谢谢我爸妈，就是对我很好，让我活到现在。因为我每天都在闯祸，搞事被记过，然后对，然后谢谢来看表演的你们，然后也谢谢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就谢谢你们。然后有很多人说我就没有办法一一点名了。然后我常常上台表演的时候，就是都会紧张到快爆毙。然后上台抖脚，就是会差点把吉他给抖下来，就我根本没有办法弹完。然后就是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克服。然后谢谢我的女友，就是郑璇。然后她每天都就是她一直陪着我练，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要想要让我上惩罚这样子。然后每天晚上都听我一起弹，然后听到睡着。然后其他陪着我支撑恐惧，不管怎么样，
希望今天的表演就是会喜欢，然后我爱你，然后虽然到这一天都已经退休了，那我们感情很不好，喜欢搞团体，我们还吵架，但还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包容我任性不做的事，然后摆烂，然后什么事都不做，然后也不去社练，什么都不做，然后呢跟大家吵架，谢谢今天所有人，然后谢谢内东吉他这个名字。就是在我每次超过十二点回家的时候，我都搬出来，所以我在内东家练团，然后来骗我爸妈。然后谢谢三我的弟妹，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然后我常常很不负责任，然后没有办法给你们什么东西的我，就是在最后还是祝福你们可以很屌很屌，然后我很喜欢你们，加油。好，我是内中吉他三十四届教学赵佑成。首先，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今天特地订早上的机票从大陆飞回来看我表演。我相信你们是最关心我、最为我着想的人。虽然在升一班压力真的很大，你们常常拿成绩压我，要我退社。但你们还是每场表演都会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再来是我的爷爷奶奶，虽然爷爷你现在不在了，但我真的很想你。好，然后谢谢我们这一家总是给我最大的支持，你们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家人。谢谢，然后再来是，没有掉眼泪。好，再来是我们三十四届同届的所有人，每个人我觉得都很棒。从第一次社科到现在组团练团到现在的大成，我都觉得跟你们可以一起唱歌玩音乐很好。然后有效就是从午校茶会到现在。到五分之几，然后还来看我们表演，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就特别是还有遇到一些什么其他的教学朋友，像是世上的邱安利啊，或者是苏远佳，跟你们聊得还不错。然后还有中正的陈佑琪跟尤宏正，你们真的很棒。还有国小同学周星宇，差点忘记名字。你国小的时候超级凶，但现在女大十八变了，还是有点气质的这样。然后再来是特别感谢2011有来看我表演的朋友们。2011真的压力很大，你们还可以抽空过来看我表演，真的很感谢。然后接下来还有特色班惩罚嘛，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再来是我要感谢一下林雨桐。虽然我有的时候喜欢闹脾气，然后都不听你讲话，忘记事情，但是你还是不会嫌弃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长长久久，就这样，拜拜。喂，我是内中吉他三十四届教学张立琴，然后先谢谢内吉三四的大家，从高一进到吉他社到高二惩罚完都是你们陪着我，然后。虽然平常会吵架或意见不合，但大家都会一起解决。然后，那先谢谢詹姐一下。虽然我高一就有点北南，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你会一直陪我，就是一直听我讲话。就还有林玉成、翁子宁、赵又成，就是你们都是我兄弟。然后大成前一天还陪我逛街到西点去买衣服。然后谢谢我的爸妈，就是每次我练团到很晚，都是愿意接我回家。然后看到我回家，你们才去休息。就每次跟你们拿钱练团的时候，都是问我要多少，跟还有没有钱够不够吃饭。很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兴趣，我爱你们。然后我的直属成为旭光头，就是虽然我从小就有学吉他，但是就是你介绍吉他给我，我才开始对吉他的兴趣。就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来关心我。虽然你高一直骂我臭家，但我真的很谢谢你教我的东西。就希望我可以跟你去比赛，以后啊，然后上高二
向高我想谢谢，就是严少怀跟尤阿顺，虽然你们两个专属，也就像蛮大权，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们两个，每次我心挂都找你们两个哭，啊，谢谢你们两个给我意见。高中浩秉承王瑞宇、陈礼惠、黄伟玉、江轩佳。谢谢你们，其实你们都很挺我，就以后在班上一起加油，有事会一定会先找你们。然后还有谢谢今天有来看我的朋友，还有高一高二的高一高二一起的朋友，就很谢谢你们愿意来，我会私底下找那个要要退休后，我会多找你们出去玩。最后谢谢我女朋友张淑琴。今天刚好是在一起一个月，然后就是在交往之前，你陪我度过我高二最低潮的时间。谢谢有你陪着我，我退休后会好好陪你，我爱你。内级三次教学张立成下台一鞠躬。算换我，但是就是有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打坏这个气氛，就是现在这个影片它终于跑好了。然后就是刚刚哭的人，希望你可以哭久一点，然后我也希望我大家可以念到哭，那我们就先看影片。
Thank you.
好，大家好，我是内中吉他三人世界的公关兼美宣翁子宁。那我给我自己的期许是，我在感性时间的时候不要口急，不然这样很尴尬。然后因为这个时间常常冗长，又充斥着一堆哭声，我不是哭的那个料，而且还有其他人要讲，我就赶紧讲讲。我只想说，我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那些相信我的我想。那些相信我的，我生过了；那些不相信我的，好啦，其实没有不相信我的人。好，在高中玩社团不是一条安全的路，但我充满颠簸的走完了。谢谢大家，内中三人世界，内中吉他三人世界，公关兼美宣，王峰子下台一鞠躬。看我拿麦就应该知道，我希望我哭出来，但是我哭不出来。好，然后反正就是总结，就是我只看一下谱哦，不是谱稿。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虽然我刚才忘记跟你们说还有感性时间，你们就先回家，但是这个会录影，所以你们还是看得到。反正就是我要谢谢你们，就是。在这两年都是，就我每天都很晚回家，然后一直练琴，然后就是愿意就是支持我弹吉他，然后一直塞给我钱去练团，从不会问我说要干嘛，然后就是对，很谢谢他们。然后我荒废学业很久了，我希望我可以认真，好不好？希望哦，希望。然后接下来我要希望，我不是我，我要感谢内中吉他的。一些人像是陈其佑，就是如果就是这半年来我没有就是跟你就是这样每天持续性的就是就讲聊天，然后了解一些吉他的知识的话，我今天大成是一个 solo 都弹不出来的，就是这一点很谢谢你，不然没有你跟你就是我没有这场惩罚。然后
谢谢刘安姐，就是这两年，就是你都一直就是忍着许多的愤怒等等的情绪，然后恭喜你退休，希望你大家哭得出来。然后谢谢翁子宁、詹景祥、张立成、赵又成，没有李博瑞。然后反正就是谢谢你们，就是陪我一起度过这两年，就是跟你们认识很开心，然后好沉重啊，退休了，干我哭出来啊！反正就是谢谢你们，然后接下来谢谢李博瑞，你是这个社团唯一会回我讯息的垃圾，你真的是个垃圾，但是你是唯一会听我讲话的垃圾，谢谢你，垃圾。然后谢谢所有有效、所有进来看我们去看我们表演的人，谢谢一期的人，谢谢你们，高一很开心，206还有高二四的人都谢谢你们。然后有些人是就是强迫我要讲他的，像是董廷熙，谢谢你。还有罗宇杰，罗宇杰，谢谢你，谢谢你们。然后就是高二，就是有些就是跟人讲聊天都是就跟你们这样很开心。然后我要退休了，我不应该就是提议跟大家说，应该今天生日的时候办大餐了，就是在最希望开心的时间结束这趟旅程，我觉得很不舍。然后内中三世界活动。李云成，下台一鞠躬。大家好，我是。送女人的家，大家好，我是依依。我是内中吉他三世界公关张景祥，然后。好，知道我们超时，我讲快点，然后。我想先谢谢我的爸妈，就是谢谢你们每天接受我，然后虽然你们还在碎碎念，但是还会准备宵夜给我吃。那我昨天还搭客运搭到海边去，到11、12点还来载我，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再一次谢谢我的公关 partner， 谢谢刘安姐。她虽然你每次都很爱说我不做事，然后很爱骂我，但她真的很给力，所以大家给她一个掌声好吗？然后还有谢谢公子，每次他都陪我回家，然后都讲很多心事，我很多不高兴都吐露在他身上，谢谢你。然后我想特别讲的是陈其勇，就我们从国小都认识，然后到国中还同班，到现在还可以在同一个社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大神前我跟他闹过脾气，我说。我不想参加大成，然后他就很不高兴，然后觉得我不负责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他。我希望我以后还是可以跟他去当好朋友，很求对不起。然后我今天还打了很多鼓，然后都吊牌，然后陈秋是主唱，我就觉得我害他这个大成没有那么完美。然后谢谢。然后谢谢，那407的同学，虽然我们是203+204，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也听我说了很多吉他社的压力。今天大家还可以留在这边，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没想到下半场还有那么多，我以为会走一半以上。对，谢谢大家，内中吉他三十届公关张景祥下台一鞠躬。我要先感谢就是来看我们的人，就是我们很我们原本只有排200个位置，然后就是我们只要320个位置，然后你们都还把它填满，我真的很感动。然后首先我要先感谢我爸妈，就是他们每次在我练团结束的时候，然后帮我准备很多宵夜，然后他们每一场表演都来看，然后哭得很难听。然后他们就是很常看我练团没有钱，然后他们都塞钱给我，虽然我已经欠那几人很多钱，尤其是周宇智还不完。然
然后我要谢谢我直属，就是我要谢谢他把这个干给我，就是然后我很常心情不好的时候，我都会去跟他聊天，然后我就会觉得比较安心。然后我要谢谢我高一高二的同学，就是一八跟二一三，就是我常常就是根本抱怨对吉他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王维子，就是我真的很幸运，那高一就遇到你。让我社团遇到很多烂事，然后我就可以跟你讲。然后我现在已经要退休了，然后下礼拜六是他的大成，那栋的一个大成，你们一定要去看。然后希望我们退休之后可以做我们自己，我大学绝对不会接干，我真的很累。然后我要谢谢我男友彭培，就是谢谢他每次都对我这么好，就是我每次都跟他发脾气，然后吉他，然后一直问他问题，然后还自己生气，然后他还买很多东西给我吃。然后我要谢谢我们社团的周宇子跟陈启佑，然后我要谢谢周宇子，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要退出这个社团。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认真聊天，就是不用每次吃海底捞之后都要讨论公司，我觉得很累。然后我要谢谢陈启佑，因为我高一的时候觉得你很内向，很像自闭儿，然后但我没有想到我们会变那么好，就是每次想要讲的话都一样。然后谢谢你帮了我很多忙，但我真的被累死。然后谢谢我的公关班，虽然我原本没有打他们，但真的想叫我打他。然后虽然他跟翁子怡很常惹我生气，然后我一直喷他们，但他们脾气都很好，然后会包容我。然后我要谢谢内容吉他的每一个人，就是没有你们这社团不会完整。然后最后我想要跟学弟妹说的是，就是我刚进到干的时候，就是对这个社团很没有自信。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盘散沙，然后我希望就是可以在你们身上看到希望，然后我希望你们不要跟其他社团吵架，然后虽然我很希望你严格，然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比我们更好。我期待你们之后的表演，我每一场都会去看。然后谢谢大家，那栋其他三世界公关长下台鞠躬。你哭，哎，好，我是副社，然后我先谢谢看表演的大家，虽然今天我表现的都还蛮烂的，然后来谢谢我爸妈，就是我妈虽然把我吉他摔坏，但是还是买我吉他，买一把新的给我，然后谢谢我爸每次太晚回家，然后搭去火车站都去载我，然后再谢谢我自己坚持到现在。来，谢谢三十四的翁子宁、詹景祥、刘安杰跟周宇子，然后谢谢你们就是这个群组，然后让我有一个可以宣泄的地方，然后谢谢翁子宁，每次都会跟我一起谈心，我分手也找他谈心，然后谢谢刘安杰，帮我分担一台效果器，然后对，就是我们很有共识。就是我很庆幸遇到你这个朋友，虽然我们高一下才认识。谢谢周宇之，就是每次都陪我一样贪心，然后一直陪我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一直传照片。然后谢谢三四的所有人，就是虽然我高一下才进来，然后就是所有人还是包容我，然后我接到副社也没有人讲什么话，就是。都还蛮听我的指挥的，然后谢谢直属给我这个干，就是信任我。好，差不多就这样。那感谢有点尴尬。哦，谢谢，等一下，谢谢国中同学，还有高中的基隆帮，就是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搭车回家了。对，退休搭车回家。好，大概就这样。那种其他。三十四节副社经教学，陈启佑下台鞠躬。我想要先谢谢三十四节的球。我想要先谢谢三十四节的全部。
谢谢你。高一刚开始坚持到节感，然后再到今天的惩罚，我觉得这一路上都就是经历很多，就是吵过很多次架，然后也都吵得很爽，但还是一起撑到了现在。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我们就不会常常聚在一起，也不会一起练团，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然后很开心当初自己选择了吉他手，就是我想要特别谢谢刘安杰，我们从高一那个暑假就认识，然后就一直很好，我真的很开心可以一起接感，然后一起做了很多事，就是而且你真的为了这个社团付出很多，我真的很喜欢你。然后再是神奇佑，就是他帮我很多，虽然我很常呛他没有做事，但是就是他都会一直陪我跑，就是跑来跑去，然后去开会，然后就是真的有帮我很多。就是你们俩都是在，你们俩是我在吉他社的精神支柱，就是你们两个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谢谢。然后再是我的直属范泽宇，就是他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学姐，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他的直属，我真的很开心他愿意给我这个干，然后每次都听我讲很多事，给我意见，每次去找你都觉得很开心，很有安全感。然后再来是我的家人，我常常要去练团，然后练到很晚，然后你们都在配合我的时间，不管练到多晚都会来载我，可是我还常常对你们生气，就是很对不起们，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然后是三六，是我高一群很重要的朋友，他们从高一到现在都很挺我，叫社长就是第一时间就是跟他们说，然后他们看起来也很开心，谢谢他们今天排开所有事情来看我惩罚，我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然后每次心情不好你们都会安慰我，我觉得很温暖，就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然后我想要特别谢谢于博言，我们从国中到现在就是认识到现在，然后一直都很好，然后每次跟你抱怨很多事情都会好好听，然后安慰我，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分享事情，谢谢那么支持我。然后再来是高二二一，就是你们就是每次在我心情不好在我哭的时候你们都会跑来抱我，我觉得你们也很温暖，也很谢谢你们今天有来看我惩罚。然后再来是我国中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今天特地过来看我惩罚，尤其是洪一璇，他每一场表演都有到，我真的很谢谢他。然后还有马晨，听我讲很多，听我抱怨很多吉他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谢谢我所有好朋友，谢谢今天有来看这场惩罚的。内中吉他三十届社长周伟子下台一鞠躬。好，大家好，我是活动长王健。然后我不能讲很多，因为我们已经超时了，所以我现在非常紧张。首先我想感谢我的家人，谢谢他们支持我，也给我很多经济上的资助。然后接着感谢我的直属郑佑伟，谢谢你愿意给我这个干部，也谢谢你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各种问题。谢谢有效的朋友们，很开心可以认识你们，然后可以跟你们合作。谢谢我的朋友们，不管是今天有来还是没有来的，都感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与鼓励。谢谢活动组的另外两位伙伴，谢谢蔡兆翔，你做事很有效率，然后呢，也很常会主动问我说需不需要你的帮忙。然后呢，也谢谢李日成。你常跟我讨论很多事情，然后呢，也教我很多乐器的知识。谢谢三四的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我们还是一起经历了很多的困难。也谢谢我们的弟妹，你们今天也辛苦了。最后谢谢今天有来的所有观众，谢谢你们来看我们最后的一场表演。内容吉他三十四届活动长王健下台鞠躬。内中吉他三十四节下台一鞠躬。